没错，又到了我们的嘻哈大赛。That's right， 这一次我们要办这个嘻哈大赛，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， 因为最近 hip hop 歌手 MC Hot Dog 拿到我们金曲奖最佳的专辑之后，还代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盛大的一个 hip hop 盛事，所以说这次我们要办这个 hip hop 歌唱大赛，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。是不是前后右而且莫名其妙为什么我们今天都要这样讲话，因为今天是 hip hop 饶舌大赛。 hip hop 饶舌大赛我们有个加分题，加分题是什么告诉大家，就是两两一组，你可以去挑你想要骂的那个人，可以去 battle， 但是 battle 到一半对方不能生气。对，不管你讲的是真的假的，我们全部都要把它当成放屁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讲到后面不要讲到真心话，因为对方真的会生气，因为有可能会讲脏话，讲脏话也是开玩笑的，能走出去外面全部都忘记。没有错，门打开关起来全部都忘记，大家还是永远的 good friend。 首先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评审老师 MC Hot Dog， 掌声鼓励。各位大家好。热狗呢这一次呢真的要好好的再恭喜他一下，没错，得到了金曲奖最大奖，专大殊荣啊。对，脏到的没有，我跟你讲是努力了很久真的得到成绩了，因为大家真的有开始注意到我们的 hip hop 的文化， hip hop 的音乐，所以当时呢，他上台领奖的时候呢，所有人都鼓掌。对，因为我相信呢，很多演艺圈的朋友，你不要说你从来没有听过 hip hop 的歌，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，一定都会听的。对啊，今天担任这个评审，那你要注意到，就是要请那些参赛者要注意到哪一些事项？其实就看感觉嘛，感觉嘛，对啊，对，就是 hip hop 那种版就很随性，其实就看他们那种。投入的感觉、好，另外一位评审呢就是 Doggy。 大家好。对，那 Doggy 呢这一次呢是担任评审，很久没有作品了，什么时候会听得到你的新作品？年底会有新专辑出来，这样子。年底会有新专辑出来，跟大家正在赶路当中。赶路当中啊，因为真的你知道饶舌歌手呢真的要花很多的时间跟去体验他的生活，才能够写出很多可以反映到社会的东西。他随时随地都要写一些词，在有时候还要写在手上，怕忘记，有没有？对啊，所以呢今天也是要告诉参赛者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注意事项。其实像乐果讲的就是嘻哈很重要，就是感觉啦，然后像这个音色音准，这个其实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就是要去把那个嘻哈的那种感觉唱出来，感觉对了，然后就对了。对，那今天这个加分题呢，就是双双两两一组 battle。那其实呢，我们刚刚还有跟我们这个参赛者呢，都非常希望可以看到 MC Hot Dog 跟热狗，不 ，MC Hot Dog and Doggy 跟我们示范一下，什么样叫 battle？ 这 battle 到底要怎么样呢？要有什么样的技巧呢？跟我们示范一下，可以吗？现在示范吗？你可以到中间。掌声鼓励一下，示范。有没有铜板？是专业的铜板。哎呀，铜板丢了。铜 ，OK， 那这边。那谁要先开始？就 MC Hot Dog 先好了吧？其实我就乱唱好了。乱唱。哎，撞了 beat in the house。打。有。啊，嘿。麦克风要打开哟。小叔他自以为是潮流达人。可是我只认识富达人，看我后仰跳投得分，他打篮球只会上周杰伦耍帅，没有关系，我叫陈冠希，跟我念一遍，记得我的唱片、杂志、电影封面。我不是 Mr. Q， 我是 MCQ， 大声宣布我是恋爱达人，承认更成小猪。我小腹微凸，我小时候都去 TU， 我一个人跳舞就像跳蛋虎，滋滋。哟，厉害了啦 ！Doggy freestyle， come on， Doggy， 耶，装了 beat in the house 啊！耶 ，Doggy， OK， 我想一下。OK， 好，我接落。讲一寡大意，头我乐果是国国语，无我都现场，阁有 A B C， 我甲你相共干，我拢是拉干部拉客着，就是安尼。大家拢讲嘻哈 freestyle battle 的时阵，你得爱讲错，甲批准，但是我感觉大家
礼尚往来，安尼就好，你们可以很轻松的唱老舍。其实本来这段我嘛是无准备，是头先伫后壁咧啉茶时阵，制作单位讲，甲会当起来背头一段，本来想讲摆好啊，但是啊，拢到遮啊，啊就安尼吧 ，OK 啦。Yeah，freestyle， 这非常的难啊！我说真的 ，freestyle 跟 battle 又是另外一个境界，不太一样。对，好了，请两位回座位啦。谢谢你，谢谢。好，所以呢，待会呢，参赛者们呢，你们可以去挑选你们想要去跟谁 battle 的那一位人士。是的，那位人士被点名到，你不可以拒绝，不可以拒绝，你只能往前冲，因为要有运动家的精神。是的，马上看一下一号参赛者的基本资料，切给大家用。一号参赛者是百分百歌唱大赛的常胜军阿 Ben， 擅长抒情曲风的 Ben 今天要挑战美式嘻哈歌曲 Circus Monkey， 压力似乎不小，到底阿 Ben 能不能有让人眼睛一亮的表现呢？大家好，我是一号参赛者阿 Ben， 今天呢要为大家带来歌曲是马戏团公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往常的我唱歌都是唱抒情歌曲为主，那今天呢特地来尝试一下不同的曲风，希望会擦出不同的火花，请大家把耳屎挖干净，听着听马戏团公主。欢迎一号白吉胜所带来的 Circus Monkey， 辛苦你。Here, here, come on, come on. Here, here, put your hands up, y'all. Here, here, come on, come on. Here, here.就比是击败，歌星一出去就开始吃屎。今仔日试看卖，明仔载就知，早就爱做生意伫上海上好。出起来一歌变个大上好，是万的安全歌，甲甲靠你会做较歹。你有想啥物你拢不知，甲我变为你少年，我的心内雄心为你大起，水偌济嘛袂死，安怎面对我的朋友，我家己嘛无消无息，就出去惊我路较危险，但是较水。心的路足紧就死，叫我做你的教士，囡仔气势，无爱阁做你的 circus monkey， 你的 circus monkey， 你的 circus monkey， 你的 circus monkey。拿出来，结果都没有拿出来呢。你以为你忘记了？为什么你要拿它出来？哦、oh, ，Circus Monkey。Monkey 啊，我本来想对他唱啊。哦、oh, ，忘记，非常好，刚刚已经非常的澎湃了。但是他唱的很有 feel，、很有 feel， 很有慧灵。对 ，feeling。对对，而且白吉胜先生瘦很多。他变瘦，因为他知道今天要 battle。That's right。因为上次来被亏得太惨了，头发要长长。对啊，而且有点自然卷。对。一定要讲出来吗？是不是奇怪？接下来可怕的地方要来了。That's right， 加分题，你有准备吗？你要选择哪一位跟你 battle？ 任你选哦。其实两位老师，两位老师是不是freestyle 的东西是不能够先写好的，对不对？其实就是你可以把你平常有想到一些梗，就适时的加进去。哦、嗯。对，就是比如说我之前有想到一些什么什么，你就想办法把它串到歌里面。交给你，